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玩这款游戏叫做《二位意外的旅程》啊、哦，这个有点日系中二魂的那种概念哦。哦，这个蛮让我意外的是，它的开头画面居然是用这种方式呈现，还蛮屌的啊、哦，一整个中二魂爆发。那这款游戏呢，是有点偏向于轻度落格哦。那、哦、但是可能是随机地下城，再加上你的这个生命只有一次的一个概念的样子。好，那究竟玩起来会怎么样呢？啊，我们现在玩看看就知道了。主要这个游戏的画风跟这个 BGM 呢，还蛮吸引我的哦。哦，超级日系耶！哎，啊，我们现在取个名字啊、哦。OK， 取好了，我们直接出发吧。看一下游戏内容到底是怎样哦。应该不会很难玩吧？哎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嗯，嘿，欢迎来到我的房子。我和爷爷奶奶一起住，我很幸运，他们特别和善。你问我父母在哪，问得好，我自己都不知道呢。他们出门好几个星期了，去执行超级秘密的任务，具体内容不能告诉别人，对我都不说，希望他们平安无事。就这样，好，所以说我要去找爷爷吗？踏上寻爷之旅，寻奶之旅。哎呦，哦，什么东西？这是我房间。哟，移动视角 ，BGM 会不会太大声啊？调整一下 BGM 好了。我觉得是有点大声的点。OK， 这样还可以。那我要干嘛？看电视。这有点像季安胖虎，你那几家？哇！居然五胖虎哎 ，See you son， 这是他爸跟这是我爸跟我妈是不是？哇塞，连我爸妈都不知道去哪了啊！可是我却我有我爸妈的照片，啊呢？画风可爱有没有？好，这就是由这游戏吸引我的地方。哎，啊敌人的话呢，有点类似像纸片横向的那种感觉吧，我不太会形容哎、欸。待会你们看到敌人的时候，大家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。好，我们先过来看一下这边有什么。哎、欸，我回来了。哎、欸，我回来了。哎、欸，走这里。哎、欸，好像不能跑步哎、欸。需要钥匙。我没有钥匙。需要五颗星才可以进去。Officer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厕所吗？哎、欸。啊，不是很久没有回来了，你们现在回来了，你也听到地下室传来巨响啦，你能不能下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你奶奶要我做早饭，但我有点担心到底怎么回事呢？哇，你看这个风格，我不会形容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风格蛮屌的，一整个平面 3D 是这样讲吗？好，那他永远都是看着你的，他永远没有侧脸，哈哈哈。有点可怕啊！永远没有侧脸的爷爷跟奶奶，可爱呢。好了，我们去地下室啊，赶紧推一下进度，看一下到底是怎样。地下室在这里。哎、欸，哦，有 doggy， 没事吧？难以置信，我刚和几个想穿墙而过的人工人打了个照面。哦，这是麦克斯哦，这个狗狗会说话。就在后面，我的无数狂吠把他们吓跑了。可是为什么有人捣毁我们的地下室呢？哦，这个激发，而且其实我不太喜欢这个字体，你知道吗？有点不太好念。我们的地下室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就只有那些破石头和丑怪的生物。你要是想下去看看，可别忘记拿上很结实的棍子。哇，奶奶在叫我了，得赶紧过去。哦，这就是我的武器，我的棍棍。有，进去攻击。好，进去攻击。来来来，哦，进来了，开始了，就这样子。哇哦，两颗星。有什么东西可以拿之类的吗？干他不？Shift 可以跑步。有敌人。啊，就直接打这样子哦，出去了，我就这样出去了，意外的旅程，
难道说这是这个小屁孩的幻想？去玉山松林峡谷，好松林啊！那什么东西啊？哇哦，最好是爷爷的地下室可以这么屌啦，有鸡耶、欸，可以打他们嘞、欸，练等级吗？你是谁啊？魔力爱因斯坦，不好意思 ，Old Man， 现在正在这，我现在没有闲工夫、哦、看了这个招贴兔兔工程吗？要拆掉我们的房子，我都快气疯了。哦，这可能是某个任务之类的吧？哎、欸，啊、为什么不能拿武器？啊，我武器嘞？哎呦，他自己会拿出来啊，遇到 NPC 会收下来啊，这是什么？你找到了一个友谊方块，把这个新的空插槽。这个新的空插槽会改变人对你的态度，用它来招来新队员。这家伙吗？哦，左边那个二出现了，有没有？我是可以四个人一起玩，是不是？跟他讲话。他们要吹掉我的房子，兔兔工程人都疯了，就因为他们今天早上整座房子墙都在晃，我起来的时候玻璃全毁了。哦，可以选项哦。我敢肯定他们也来到我家，但兔兔工程是干什么的？我先看一下这个。啊，你说啥？兔兔工程公司连招呼都没打，还弄坏了你爷爷的房子，得教训教训那帮怪胎了。我需要帮助，拜托，能把你的魔法杖借我吗？不行，这是定制款的。好不？嗯，好吧，虽然大家都知道我会放火球，但我不是专业的魔法师，而且我也上了年纪了，还有我的眼睛镜片碎了，啥都看不见。那好吧，搭档，我们一起看看这到底演哪一出。哇，我收服他了，星星级别，多了一个队友，队伍的能力力量会变得强一分，每多一个队友，队伍的力量就会变强。每种攻击都会消耗能量，谨慎使用，否则他们会累趴，无法战斗。哦，我直接切换成这个爱因斯坦了，然后他的视线居然是这个样子。Fire。OK， 有能量限制的。好的，我们招募了一位，招募完毕之后呢，这个大圈圈是什么意思？兔兔工程，进去看一下。随机地下城，来试试看。哇哦，哇哦，威力不错嘛！哎、欸，威力不错嘛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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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留着用啊，遇到强敌再说。打开它，解锁一个。总共要三个，这样子我们就有办法知道兔兔工程到底在搞什么，对不对？找到五个金币，啊，这边就没了。你们有没有什么隐藏密道之类的？所以说他每一次开局好像都会不太一样的样子哦，或许吧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玩一玩就知道了。我怎么前面有一个大骷髅头？那是谁？耶、yeah, ！你是谁？怎么那么恶心？啊！这会受伤！我的天哪、啊！这是什么？木木！哇哦！自从我的根须采集这奇怪的异光体之后，我就感觉怪怪的。他们是从洞里流出来的，对吧？我要嗑药了！这叫我嗑药了！这叫我嗑药了！这里呢？这边有什么？哎、欸，有宝石。瀑布的后面，好，有惊喜，被附身了。Lamy Stone， 兔兔工程的经理，他怎么变这样子啊？你好啊，如你所见，一切正常。洞穴里的液体对人体完全无害，你一个工厂明明就有害，你看你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你说无害，谁相信你？你完全就已经异变了、欸，还差两格啊！哦，这是什么？买道具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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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吉娜便利店，请看我的全新音响系统，这是月月浴室，我没有钱哎、欸，
这是小费啊！我靠，然后我不小心丢了小费给他，我丢了10元，我已经没钱了。算了，继续走。那些红色的圈圈应该就是地下层啊，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目前有三个圈圈要你去闯，然后开完了之后就可以解锁去兔兔工程。啊，我想应该是这个样子吧。啊，这又是什么？是什么都没有。好，这边有钱，尽量吃，尽量吃。噔噔噔噔。好，这边有一个下一个工程，下一个地下层，随机生成中。呜呼！呜呼！呜呼！哎，我射不到啊！我有困难吗？这边还有下面呢、欸。好、啊，那看来我只能下去了，没别的路可以走了、啊。我也只有下面能走了。会，呆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来啊，单挑啊！死你！结束。这应该不能碰吧？应该就是这个桶装的这个液体倒入水中哦。哦，那个经理都异变了，然后那个木木哎也嗑药了，啊、哦，都变得奇奇怪怪的这样子，打一下就爆了，这什么？这个要打两下，喂喂喂喂，还扛炸弹啊！来，再来看。等下爆炸，等下炸弹不见了、欸，算了，继续开。哒哒哒哒。好，发现了一颗红心，耶，补血补血。哇，这个这么硬哦、喔！结束。Go！ 好，终于上来了，发现了一个红心，满了满了，走到那边拉一下开关 ，OK， 第二个解锁，好，接下来去第三个，这样就大功告成了，我还真找不到、欸，哎，是前面那个吗？红布条。应该就这个了吧？对啊，这个最后一个兔兔工程，我来了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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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呦哎呦哎呦，凶哎凶了哦！凶凶凶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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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好他没有吐火球炸我，这种螃蟹哥。螃蟹蛛，寄居蟹蛛，哦，这什么生物啊？寄居蟹蛛。好，这边的话应该就是要从上面跳下来吧，这边没有路可以走，应该是要走这里。解决掉，解决掉，边打边开门哦，哦，开了，我开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五个金币，好，解完了，我要离开这里了，咱们要去兔兔工程。工程公司啊，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看他还继续扛，有没有？兔兔工程，工程公司在这边。好，倒了。来一份，搞不好打 boss 呢？有没有这可能？听声音就知道了 ，boss 战。
我猜的。咻！兔兔工程公司，哎、欸，我进来了、欸。兔兔工程公司，然后解锁日志。爸爸和妈妈离开很久了，他们的秘密任务不能任何说，特别神秘。哦，是爸爸跟妈妈、哦，我以为是爷爷的秘密任务、欸，哎，搞错了，不好意思。为什么有人要这样子砸烂我的家呢？嗯，发生了什么情况？外头到处都是新的路标，是一家兔兔公司企业安装的。哇，那图文小说，哎、欸，可以渐渐告诉你这个故事的推展到底是什么哦，辅助你这样子，不错。哎，不是啊，怎么开？开了，也太多了吧？哇，这么多，哎呦，杀爆你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哇！偷袭啊！这个，而且这要这样走，不然打不到。吃，等一下我想看侧面到底有些什么啊？这应该就是他们的员工休息室，有没有？你看哈，一间一间的员工休息室有没有？好，来这边捡他们的钱。啊，这个锁起来了，两间锁起来了。Kitty， 这么凶，是在凶什么的？这里呢？这边。有5个金币哦，哇，是怎样？好好的一间工厂搞成这个样子，你确定没问题？各种陷阱啊！这个要不要把它毁掉？这看样子是毁不掉的啊！这个摄影机被照到会怎样？哇！哇塞！太多了吧？这边是干嘛的？这一堆水晶矿，哎，这水晶矿也是干嘛的？我也不知道。然后这边是死胡同，没有路，所以说来这里干嘛？不知道。给你走死路的，酸哦。冲啊！嫩！哎呦！还有没有？楼上？我要怎么上去？好问题。走这边应该就能上去了。这干嘛？超好笑的这些史莱姆员工，哎、欸，这需要一把钥匙哎、欸，所以我要去寻找一把钥匙就是了。好哦，寻找一把钥匙。室内，看我被打到了。室内。哎、欸，这明明就感觉可以过去，就是要用炸弹啦、啊，是不是要用它、啊？把它引过来好了，感觉这个就是用炸弹炸。来，乖 ，Lucky 来，来，乖哈，我等他过来。啊，你怎么不过来了？动作超慢的，你知道吗？来，把这炸开，快点。听话，哎、欸，我必须要靠近你，他才会跳过来，是不是？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过来？他真的有困难的、欸、这样子。炸弹不见了，哦，用我们的火球术炸就好了啦，在那边浪费时间。再来呢，我要怎么上去呢？走这里没路，
走这里有路，每次就可以打了。那我会掉一些装备。好 ，boss 的钥匙，老板的钥匙，哎，找到钥匙了，我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了，好不好？老板的钥匙是吧？这个没吃到，打王喽，回去回去，这里，好，被怕红啊 ，OK， 噔噔噔噔。开吧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大祸临头，哇塞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先轰他再说。队友已经疲劳，啊，队友已经没力气了，剩下就交给我了。哇塞，哦，打打，你想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旋转，哈哈。他完全打不到我哎、欸！我走超快的，我要赢了，不好意思啊。None， yeah， 大胜利，先吃金币啊！吃吃吃，发现了一个火焰。嗯？什么东西？哦，哦靠！中间是丢炸弹啦、啊、哎呀把它丢光了。哦又有了。五个金币。爱心。爱心。五个金币。哦好多箱子哦。我拿到了一个手榴弹。我拿到了一个手榴弹。可以拿来炸他们这样。啊这一部分走了、哦、结束了。右上角多了一颗星星。这应该就是几颗星星可以解锁我们那个家里的房间啦、啊、大概是这个样子吧。啊这样打完了门不开啊。嗯再来讲说这应该开一下吧。丢一下我把它炸掉。看来是没用的好我要走了离开这里。回家回家。还要自己走回去哦这么麻烦哦、啊。真的吗？哎、欸，怎么跟之前不一样了？啊，原来那个才是之前的路，这才是新的路啦。只有六颗星才可以解锁，所以我们只能走这里。哦，哟，结束了一个关卡，回来了。哎、欸，宇宙飞船的燃料还没结束哦。还没有结束哦，啊，这游戏没有存档吗？我们看一下剧情。什么？这个情节真的是冒险故事了？兔兔工程公司失误是来自外太空的有些飞船，我居然来到这里了 ！Oh my goodness！ 哇，这个世界好屌啊！不过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哦。对啊，我只是试玩一下而已，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哦？因为我是觉得还不错玩啊。很有新鲜感啊！那道具的话，应该我觉得道具的种类应该也挺多的、哦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啊！如果喜欢影片，左下角的订阅，右下角的喜欢下方留言啊！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呢，记得要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亲朋好友观看。感谢各位啊！我们下一集有机会再来意外的旅程，再见面，拜拜。